师同陈干事要为你的身体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到江妈妈她长年以来这个左脚的关节以及比较瘦弱的这个左小腿来祷告。耶稣，你的鞭伤要让江妈妈的这个左脚的膝盖得医治。耶稣，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能为他的肌肉啊能够有长起来的机会来祷告。奉耶稣的名，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主耶稣，你的医治的大能来临到我们的江妈妈，让她真的是能够跟右脚的肌肉长得一样的壮，而且求神帮助她关节的地方可以恢复。这个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江妈妈她这个点的地方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她的点颜色越来越变浅，而且有一天可以褪去。主耶稣，愿你医治她的这个鼻子的凸出来的这个黑黑的点，让她能够完全得到医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想起来她的这个肺部有一些痰，求主帮助她，让他的痰可以不但咳得出来，而且能够得医治。他的肺部这个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来赐福，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他的肺强壮起来，让他的咳嗽越来越变得少。求主耶稣帮助家妈妈的肺部能够强壮起来，他里面的这些细菌病毒都不能继续的侵犯他，让他能够一天比一天的能够呼吸的更顺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谢谢。